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狮子王笔，我就想到你超好笑了。去那个迪士尼专卖店，然后他一个笔就是，他本来就是一个狒狒在那边嘛。你下去之后，他就把那个辛巴举起来，按按一下就放下来，按一下就举起来。啊，天哪！啊，魔法棒哦，你说哈利波特那个、哦？3000日币啊！魔法棒只有在那边可以用而已。哈利波特那个区域，它有8个机关让你用，然后一个地方按一下会喷血，人超多的。可是我没有买，因为我对哈利波特不熟，我没有看。把那个钱拿去买保险套回来。在日本那边算最便宜的、啊，500日币6个，这最便宜的。哎、欸，很少有。我记得我以前去东京的时候，每间便利商店都一堆保险套、啊，这次去很多间都没卖了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一间，它只有卖3款而已。啊，另外2款都是1000日币3个而已。有人在讲说，你去外面的旅馆，日本应该还好，可是你去其他国家，毛巾不能乱用，你知道吗？毛巾可以擦身体以外，可是你不要拿毛巾去擦你的重要部位。我之前都不知道，东东跟我讲才知道。那因为有人就这样擦，然后就下面长菜花，一辈子毁了。啊？正常来讲要洗啊，可是有些饭店人员有时候懒惰，因为说一天整理好几个房间啊，好懒惰，不然这个就直接重复用了。而且这看起来蛮干净的，不然继续用，都要看那个服务员的良心了、啊。你说沐浴乳呢？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今天要让你们变成魔术师，谁想当魔术师？好，给你魔术师的台词，他们都有什么时候讲什么话？拿着，按一下，先打开魔术师指南的第一页。魔术师，快点啊！你魔术师不害吗？这里有一副正常的扑克牌，接着在你心里想着一张扑克牌，然后继续打。然后现在呢，随手从我手上抽走一张牌。干嘛？我抽这张。好，放你手上这张牌就是你心里刚刚想的牌，这样厉不厉害？我刚刚想的是黑桃 K， 不可能吧？不可能吧？现在就把手上的牌拿给大家看。真假的？为什么？不是应该拍个手了吗？不应该拍个手啊！结束。你是魔术师啊？怎么会？马上检查。结束结束。他是跟我学，他来跟我学。你最近要是送我的。送的啊？你回去看不出来是什么机关？